我打篮球呢，毕业以后就回家打了。今天不让两个人一起打错了。你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可推得远远的。可你呢，干了些什么呀？既然选择放弃他，就离他远点。你觉得谁打的比较好？ 我要拿到三分的话，你就远离何校长，远离他的生活。哎，不玩了，还没分胜负呢。 你说的我做不到，乔尚奇，你要选择放弃他，你就没资格爱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都看腻了，下次打吧，我们走了啊，走了。春儿，跟你说，咋的？复职了。 孙老回去了。哦。你说这件事情是赵明轩干的，但是现在所有的责任都被公众号的那个人拿下了。你别去追查他，他做事周密，不会有结果的。你知道我怎么打算？你们这么快就见家长了？我跟老崔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再说了。 从哪儿拿的这瓶啊？后备箱啊。哎，且还是第一次有女生帮我拧开瓶盖的。你值得拥有。是。我看你没喝完，别浪费了。你没事拿这瓶干什么呀？ 你以后别动我东西啊！秦妹，冲我发邪火是吧？没工夫给你闹啊！你是不是拿我撒邪火了？没工夫给你闹，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太惯着你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没工夫给你闹，慧姐。我错了，我认输一下。什么意思呀？这是何笑然，第一次有女生帮我拧开瓶盖。 我留作纪念。你有今天，风水轮流转啊，兄弟，挺好。